Hello。起飞金鱼，一翠，银蝶。这怎么念？什么夜？什么暗？夜暗 ，C， 蒙汉。哒哒哒哒哒，夏日红。哎，对，也可以。妈呀，晚安，笑笑，秀云，飞哥阿奎。听听歌，谢谢阿奎的缘分。志豪 ，Beyond， 期待你的业配。怎么办？我要播什么？我要播什么嘞？我要播什么嘞？我有很漂亮的照片啊，这些都是。等一下哦。先给你们看一个，看看吗？噔，还有很多啊，很多了，真的是很多了，叮。我在想要播什么照片。Hello， 大家午安。志宏妈有午安。小五就让傲天麦大姐姐午安。Hello， 我就让立成金博 L Soft Pandora 兔兔。Thanks Master Cut， 太性感了，太快了，没看到，都播就好了。就不知道要播什么。好害怕破了就被骂，哎，好害怕哦。我刚刚想干嘛啊？对，播音乐了，播音乐。所以呢，我不能播那种，就是看一下要听什么嘞。来听听，就是好久没听的阿碧奇怎么办？怎么样？阿碧奇，你泼就我就骂，这么漂亮的照片泼太慢了吧，笑死！这个 OK， 午安，先来一张没那么性感的。上个月的被骂了吗？切换小佑、阿婷、浩克、林 MJ、千里眼。我好久没听阿 B 七的歌。嘿。午安，小五，谢谢你的告白气球。按下格拉格，安安安。嘿嘿。南方的照明。谢谢 Drake 的幸运四叶草。Hello， 李克里克，阿伯，勇敢骑士，复活猫，这首好听，对啊，我之前就很喜欢听他们的歌，他的歌。嗨嗨嗨，漫游，切尔刀，复活猫，光年 ，Andrew， 小鹿，好热啊，热到不像话，
你们觉得我现在换手机画质比较好吗？嘿、hey ，冷气开下去不行，我要省电。谢谢谢谢谢谢小小硕小亮，甜甜好像有，真的、哦、太棒了，有比较好，赞啦！My father told me。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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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下就回去问这，不行，不可以，不可以。北极熊的书，不可以。北海，你午餐吃了吗？奇异果优格，奇异果优格的是中午好，卡球带带比全我安安。Going， 卡丘 B6 完了，难怪吃这样吃，难怪身材这么好。对呀、啊，就是要控制啊，克制一下。今日は交渉作業だから集中する。あ、それはダメですね。はい、戻ってください、お仕事に。还没吃，好饿。吃一锅威化饼，吃起威。我要吃你。嗨 ，I'm going， 吃好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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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南铁文正，我愿意被热爱，好吃好吃。啊啊啊啊啊啊！今天的你看起来很阳光呢，真的假的？今天的妆比上次还淡哎、欸，我今天还没有画眼线这个东西，好好笑。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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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分享哎、欸，晚安 Leo。哦，吊带裤有活力的感觉，其实这个是吊带裙。吃起，谢谢你的红玫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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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去卡乐迪买了一包咖啡，啊，开心，好开心哦，好开心哦。我昨天去卡乐迪挑了很久，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喝苦的，但是我也不喜欢果香的。咖啡，然后就喜欢不要太淡的，然后我蛮喜欢浓的，然后不要太苦，也不要太酸。就是跟店员就是讨论了很久，后来买了一个咖啡豆，买了一包咖啡豆。但是还没有喝，今天早上太热了，我就不想喝热。然后我在想，要不要买那个冰萃咖啡的滤网？冰萃咖啡的滤网。然后我就想说，但是我家又没有，就是这样子的话，我要去买冰块，懒惰。然后我就想说，算了，我先买咖啡豆回来。谢谢哈利达，好难。勇哥，对啊，哦，真的是很喜欢喝咖啡。最近呢，コーヒーが好きなんですけれど、最近っていうかまあ1年ぐらいかな、ここの1年ぐらいかな。で昨日はカルディに行きまして、カルディでコーヒーの豆を激戦してきました。激戦っていうほどでもないか。店員さんと相談して買いました。
夏天就是要喝 ice coffee 啊。你冰箱没有制冰的那个有？有啊，有啊。お気に入りのモミはあるの？あのね、それがなんですけど、私はフルーツのカフェ、コーヒーが好きではなくてですね、そのフルーツの香りみたいなのあるじゃん、そういうのあんまり好きじゃなくてですね、でもあんまり苦すぎるのも好きじゃなくてですね、 でもあの濃い方が好きなんですよね。濃くてそんなに苦くなくてまろやかな感じのコーヒーが好きなんですけれど、そういう話をしてたらもうね、だいたいカルディで30分ぐらい店員さんと話してましたね。なじゅぶ4枚だや。ちゅらんどうま你的冰箱里少了我像是北极熊的蛇蝎型的相遇。我是天气热想吃冰，没有，我真的是要每天都要喝咖啡，但是今天有点懒惰这样子。もう最近はコーヒーがないとやってきえないですね。でも暑くて今日天気だからさ、アイスコーヒーにしようかなと思ったんだけど、あの、はい、自分はアマレロって豆を好きで飲んでます。アマレロって豆？アマレロ？あのね、最近ね、自分でコーヒーのね豆をね、あの、なんていうんだっけ、あれくるくるしたいの、くるくるしたいの、コーヒーの豆はくるくるしたいの。でも買おうかすごく迷ってて、でもなんかそのコーヒーの豆のくるくる仕方わかんないし、だからちょっと迷ってます。最近在想要不要买磨豆机，因为我真的好喜欢喝咖啡。然后我是买那种，还是在买已经磨过的豆子，就是卡路里，你可以去挑咖啡豆，然后可以请店员帮忙磨豆，所以我是买磨过的豆。谢谢丹尼，要不要买磨脱器？什么磨脱器？豆の種類ね、アマレロっていう豆の種類、了解です。でも酸味があるのはそんなに好きじゃないんですよ。この前ね、なんだっけね、なんだっけ、マイコ、あ、ゲイシャ、ゲイシャっていう結構お高めのコーヒーを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よ。あの、知ってる？あのゲイシャっていう豆コーヒーの種類、それでなんか飲んだらフルーツの味がすごくして、高いんだろうけどそんなに好きじゃなくて、そう、大家知道ゲイシャ这个咖啡豆吗？ゲイシャ好像是还蛮有名又很贵的一个咖啡豆。然后我上次就是人家请我喝，然后就觉得没有那么喜欢。对，ゲイシャカフェ。スタンバってたけど指出されちゃった。またね。つらい。摩托机你念起来像摩托车，要不要买摩托车？摩托车起。下车，一种单机的吧。ゲイシャ，我没听过。这是一个咖啡的名字，是绿挂咖啡吗？对，我就是买咖啡粉嘛，就是磨过的咖啡豆嘛，然后就放在滤网、滤纸，然后这样冲。哦，好香，超香！一目見に来れてよ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タピタン，仕事頑張ってね。一个啊，花生什么水我叫烂，我也很想要，就是我也很想要自己磨看看咖啡豆，但我就是不太清楚。对啊，我很想要买耶。马友想去海边冲浪吗？冲浪还好，隐形眼镜的颜色很好看，真的吗？谢谢乌鱼。
冲浪还好，我都有冲浪过了，只是觉得好难。买一台自动的咖啡机就好了，很简单。没有，没有，咖啡机是要亲，就是我不想要亲。咖啡的咖啡机真的要很常洗耶，不要，而且那个就是那个那个会潮湿啦，里面会潮湿，会长虫，所以不要。很便宜。あとね、お気に入りのカフェの基準はコーヒーの味。味か。我很喜欢那个手动磨豆的感觉，还是我磨完，我磨完你喝。好诶，你开一个咖啡厅，我去，你请我喝。我说说，我是说自动的磨豆机啊，不是咖啡机。但是没有那，我是想要享受那个磨豆的感觉，不是自动的，是因为听说我这几天也有在看那个咖啡的。咖啡专业家的一个 YouTube， 然后他说就是磨豆也是一个学问，他就说就是可以找到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豆子的大小啊，或是什么，就是一个学问啊。对啊 ，Hello Maya，Hello 草莓酱，手磨泥磨几次就燃了，是啦，我也是很怕这种事情发生。就是觉得哦，算了算了，我去卡路里，然后就是给店员磨一磨就好，这样子。然后手动转50圈之类的。哦，对，我有听过。上班去金店买很漂亮，谢谢。加油，上班加油。ウェル、こんにちは。笑笑，哒哒哒。搞不好第一次磨到一半就不想磨了，啊？会吗？第一次不可能啊，就是我也是三分热度，所以应该也会第三次的时候才会觉得，哎，好像比我想象中没那么好玩之类的。咖啡豆的大小之类的都跟自动手动无关啊，真的，自动的也可以调，是不是？一个啊，一超胖，然后呢，我最近都没有去美白牙齿的关系，是因为呢，就是我喝咖啡喝茶，然后会被骂，我就不想被骂。然后我最近就是上次去美白牙齿的时候就被骂了，他说啊，我就叫你不要再喝咖啡。如果你要喝咖啡的话，你要用吸管喝咖啡。我就说，但是热的咖啡又没办法用吸管喝啊。他说你就忍耐一下，对牙齿不好。我就觉得，哦，不行啊，我的人生不能没有咖啡。就对，所以。牙齿看起来还是比一般人白，对啦，就是我有在用那个美白牙膏。被谁骂？什么被谁骂？啊，你说那个？没关系，要被骂了。对，还原来还会用到三次，那可以买。今日はサロペットスカートです。等等要去外交部重新办了护照。这样欸，因为有些咖啡豆要磨很久哦，真的啊。换一家洗牙，这家不体贴，不体贴。嘿，哒哒哒，今天话说话速度比较慢，因为很热啊。大二小家，凉掉人，靠底乌鱼，不能用，不是啊，热的用吸管喝会烫伤呢。谁会用吸管喝热的呀？就会烫伤啊，会吧？潘朵拉，阿列达，谢谢你的吻球铃。阿里散，谢谢浪的心。今天喝什么一样？
一样啊，热的饭冷就能用吸管喝了呀。不是，现在有哈，不锈钢吸管是什么？它是喝了也不会烫，是不是？安举好意。嘿，哒哒哒哒哒，发生什么事？谢谢戒指。不是吸管材质问题吧？我也是觉得不是吸管材质的问题吧，就是热的不能用吸管喝，不是吗 ？S 二豆，吕正一。哒哒哒哒哒哒。Father told me. 哦，我知道啦，是环保吸管，我知道啦。要回去工作了，拜拜。好的。この夏ペットボトルで持ち上げてるのは、和紅茶ってやつ？あ、わ、なごみ紅茶。Love you， 什么叫 love you？截图截图，大家，大家 love you， love you too， 又长，还是你去买牙套，要喝的时候戴上。我有牙套啊，但是现在，我今天其实呢，今天晚上五点的时候就要到牙医了，但是呢。我第三副，就是我上次拿到三副牙套，新的牙套，因为我在微调整，然后第三副牙套应该是说上个礼拜的时候就要开始戴第三套牙套了，第三副的牙套了。结果呢，我到现在还在戴第二副牙套，因为即使牙套是24个小时，是20小时都要戴着，但是。我最近是非常懒惰，这半年来应该是只戴晚上。对，就是只戴晚上，所以呢，就是没办法那么准时的切换我的牙套，所以我不太想被骂，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给电打电话给牙医，就说：“你好，我是藤井麻友，我想要取消今天的。”天的抗争，想要改到下个礼拜，因为我要被骂了。马友兰都也不是新闻了嘛，好，要被牙医骂了。对啊，有定期洗牙，不太太黄吧？是啦，就我也有啊，半年一次啊。仲莹，谢谢仲琴玫瑰。但是呢，我都没在戴。你怎么知道？啊，無糖なんだ。無糖が美味しいよね、やっぱりね。居然怕到改时间，因为上次就被骂了呀。上次医生就跟我说，那什么，你二十个小时都有在戴吗？我就说有啊，医生。越讲越心虚，然后他就说真的有戴吗？我说嗯，有啊，医生。然后他就说好了，那就好，就是记得戴啊。好，怎么感觉你很常被牙医骂？对啊，就觉得就是我的错啦。但是对，爱卡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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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X 卡球二号。刚忙完可以休息一下，辛苦了。麻油会真的，所以我就怕。害怕去看牙医吗？我就是不喜欢看医生啊，不管是什么医生，我就不喜欢医生。嗯，Hello, Ricky.
哒哒哒哒哒。Yeah, brother. 콘서트는練習は順調ですか？順調ですかね？順調なのかな？順調なんだと思うんだけど、コンサートの練習が多くて、コンサートの練習ばっかりでルーマーの練習が少ないので、私はルーマーが心配です。私の体力が落ちそうで心配です。何喜欢医生看你吗？不喜欢。はい、可是医生牙医都很温柔的。有吗？屁屁医生吗？有这种医生吗？睡过头了，睡到现在，今天一样一小，没错。Little tiger fall in love for you。噔噔噔噔，我是因为小时候给牙医拔牙太痛。哦，对啊，就是大家都有那种看医生害怕的印象吧。Hello， 玉莲，你去看牙医也都迟到吧？不可能哦，我超准时的，我是很准时的，就是除了直播以外，我很准时啊。オンラインでの握手会もそろそろありそうだな。あ、オンラインお話し会だよね。そうだよね、楽しみ。初代直播上司对不起嘛，对不起嘛。对，我这几天呢，就是在咖啡厅读书。我告诉你我在读什么书，你知道黄渤吗？就是一个演员，黄渤就是西游记的那个西游记啊，101次的求婚的那个黄渤，中国的演员。对，然后我上次去看书的时候就好像知道，对，就是很厉害的演员。然后我看到一个书，他写说，刚黄渤学书画的方式，什么说话的艺术什么的，然后就这几天都在看。他好像有300几页，那我看到200几页，然后就觉得好厉害。然后后来就去看一下他的作品啊，他的就是言论啊，他说过的话啊。就觉得哇，天哪，他真的是个天才，真的是说话的艺术。我很推荐大家看。ハリさん、一瞬だけ登場するのでよろしく。ありがとう、楽しみです。あの、この前ね、一冊本を買いまして、中国の、あの俳優さんをテーマにした本な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ね、話し方の芸術みたいな感じかな、日本語に訳すと。まあ、大体300ページぐらいの、まあそんなに多くない本なんですけど、それを最近読んでまして、でなんかやっぱり話し方って大事だなって、なんかそんな簡単なことを書いてることじゃ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まあ私が説明できるのはなんだろう、本当に話し方でなんだろう変わるんだなって思った。で、その中国のその俳優さんすごいなと思って、そっから最近はだからその人が出てる映画とかドラマとか、その人が言った言葉とかを見てます。好久没看书了，我最近真的又开始了看书模式。而且我发现，就是因为我这阵子都在学成语嘛，然后我看书的速度，就是看书看的也。蛮快的，越来越快。然后之前可能就是碰到真的是不懂的汉字或是成语的时候，我都会去现场。但是我现在是，这个知道，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这个也知道。就是对啊，就是觉得不错不错。马友不出写真集，我都没看书可以看，好可爱。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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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Hello， 没有停，小河滨美食，厉害厉害，对吧？最近ね、この前までは中国語の本を読むと結構時間がかかったんだけど、1年前ぐらいかな。でも最近、今回ね、その300ページぐらいの本を読んで、なんか最近その四字熟語を勉強してるってもあって、そのなんかね、結構ね、中国語の本には四字熟語が本当にいっぱい出てくるんですよ。本当にいっぱい出てくるんですよ。1ページに1個は絶対出てくるんですよ。で、なんか最近その四字熟語を勉強しているからか、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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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文字がスラスラと入ってきまして、そう、なんか2日でね200ページぐらい読めた自分、偉いなって成長したなと思った。谢谢洛克的洛克浩克的掌声鼓励。最少也有3000块。红茶。红茶的台语是安爹吗？是吗？是有这么简单吗？安爹吗？谢谢卡梅的银戒指。对啊，真的啊，支持这么简单纯啊，安爹哦，啊可爱耶，安爹，安爹我觉得蛮可爱的，安爹，安爹，安爹，好爹爹，安爹。元アナウンサーの八木さんの話し方の講座に行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あ、本当。やっぱり話し方が上手い人って賢く見えたりとか、人にいい印象を与えれたりとか、それだけじゃなくて、話し方が上手い人ってやっぱり聞き上手でもあって、聞き上手な人が周りにいるとさ、やっぱりさ、そのあ、この人に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まで話しちゃったんだろうって思うこともあるし、やっぱ聞き上手な人、話し上手な人って頭いいんだろうなって思うし、でも周りにその頭いいんだろうなって思わせない感じの、すごいよね。 How dare you? 奶茶是牛奶茶。なんで？何がなんで？对了，都是二神。李真、九蛋。で、なんかいろいろ最近いろんなことについて考えてたんだけど、その本がね、結構ね、答えをね、導いてくれた気がしましてね、嬉しいんですよ。やっぱ本って大事だなと思った。那我问你乌龙茶的台语怎么念？大概就是乌龙茶。乌龙茶。なんで天气有点像なんで感哦。パンドラ。あとね、挨拶するときはゆっくりすると重みを持たされるよ。はじめまして。フージーマイです。そうなんだよな、私は喋るのがたまに早いからね、ダメなんですよ。你只有茶是台语。那是什么？乌龙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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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奶茶是牛奶加茶，所以台语是牛奶茶。真的啊？違う。頭をゆっくり下げる。そんな感じ。初めまして。私は藤井舞です。そんな感じですか？両、お両で、お両で。是吗？お両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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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Hello， 李真。茶的台语像是茶，哦哦，茶的台语像是 OK。茶，乌龙茶，我加伊零红茶，红茶，诶，红，红茶，我加伊零红茶，我喜欢喝红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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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哦，
本来在纸帆台语是像阴茶，阴茶，所以会说牛奶叫何にこれ何にこれ可愛い。啊，意外，谢谢 The Live 音乐灯。あなたは勉強する人ね。ガビ，我知道ガビ啊，我知道ガビ啊。我每天都喝ガビ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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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土豆呢？土豆是笨蛋，你每天都在喝？对啊，每天都有喝咖啡，几乎啦，几乎每天。台北の天気は晴れましたか？そうだね、昨日ねめっちゃラッキーで、昨日あの2時ぐらい1時半ぐらいにカフェに行ったんだけど、その時はねちょっとね雷になってて、いややばいかなと思って、でカフェにいる間めっちゃ土砂降りでさ、洪水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レベルの土砂降りで、私がそろそろ帰ろうと思った時にはめちゃくちゃお天気でした。我每天至少喝两杯，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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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因不能喝太多，因为会排出你的维他命 C 啊，然后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所以你不能喝两杯的咖啡，两杯以上的咖啡，两杯还好，但是不行，就是不能两杯以上，或者是你真的要喝两杯以上的咖啡的话，你要吃一点维他命 C 啊，或是对，就是要补身体补回来。水分也是，水也是要多喝一点，因为咖啡会就是排水，嗯，还会咖啡因中毒。对啊，勉強になりました。那干嘛有那两杯不够吧？够啊，我就是每天都一杯而已。普段の行いがいいから。最近は何をしているかな。そうだね、最近は割と落ち着いてますね。結構つわい。推薦咖啡配甜点一起喝啊，但是我最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年龄越来越大的关系，我真的是没有那么喜欢吃甜点了耶。真的是偶尔吃一次就好，我反而比较喜欢吃水果啊，或是地瓜那种，就是不会到太甜的东西。对，看玛雅只有一小时不够吧，还会造成红血球的过劳，真的、哦。水果比较好，咖啡少量提升度量啊负担，是觉得太甜吗？甜点？对啊，就是我之前真的很喜欢吃。蛋糕啊，起司蛋糕啊，起司蛋糕我之前很喜欢，很浓的那种，但是我最近吃就觉得，哦，我吃三口，大概三口就没关系了。对，好啊，可以拜拜，养生麻油，对，是觉得有点腻啦，对，嗯，我也不太喜欢吃甜点，可是你那么甜，我该吃吗？该吃啊。那麻油是微甜的，可以，对，所以呢我最近是比较喜欢吃康啊，或是那个什么碰什么蛋糕 pound cake， 啊对啊，就是不要太甜的蛋糕都可以，吃康是我的最爱。两只雪糕啊，真是的，不行哎、欸。不行，你这样子有好好正常的吃饭吗？今もカフェ飲みながら見ています。いや、いいよね、やっぱ。水果也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台湾的水果也是甜分很高。啊，碰蛋糕，对，就是 pound cake， 就是不要太甜，对啊。可是昨天很热嘛，就吃也是一只嘛，不要再吃两只了，你这样对身体不好。
kiss cucu. Hello, 子和。当当当当当当当。阿哲，不会太甜的。甜点的话，大家会推荐什么？我之前也很喜欢吃那种，那个什么。Subway 的饼干 ，Subway 的软饼干很甜，但是我最近是没有那么喜欢 Subway 的软饼干了，就是觉得太甜。歯が黄色くなら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そうなのよ。あのね、ケックスシエシハニーイチ。あのね、本当は今日も歯医者さんに行く予定だったんですよ。で、最近全然ホワイトニングに行ってなくて。なんでかっていうと、この前ホワイトニング行った時に怒られたんですよ。カフェコーヒーを飲みすぎですよ、あの歯がどんだけ白くしても白くなりませんよって。まあ多分人よりは白い方だと思うんだけど、でもそれでカフェイン取りすぎですよって、カフェイン取るんだったらストローで飲んでくださいねって言われたんだけど、私はホットコーヒーが好きなのでホットコーヒーをストローで飲めないので、だからはいって言いながらもホットコーヒーをそのままコップで飲んでしまい、ホワイトニングのを無駄にしてしまうっていう事件が起き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そして今日も歯医者さんだったんですけど、私まだ矯正の最終段階ぐらいで3個もらってたんですよ、矯正器具を、マウスピースを。でその3個目を多分先週ぐらいからつけ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んだけど、ちょっと私のその怠け者症候群が出てしまいまして、まだ2つ目のマウスピースなんですよ。だから怒られ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今日の朝歯医者さんに電話して、ごめんなさい、今日の予約を来週に変更し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たので、今日歯医者さん、はい、矯正の後は歯の表面が荒れてるから、マウスピース矯正だからねそんなに荒らないとは思うんだけど、どうた陈安，不甜的甜点就卤肉之类的吧。对了，我知道附近的粉条冰，哦，感觉很好吃哎。没在什么，完全没在饮食控制，但是有腹肌线条的我，好讨人厌哦，什么意思？超讨人厌的。谢谢 Geek 的戳戳你，我是吸空气就会变胖的呢。但是我最近就是，我前几天听我朋友讲，就是他是个男性朋友，但是也不是，他也有女朋友的那一种男性朋友。然后啊，他就说女生不要太瘦了，就是我这种就是肉肉微肉肉的那种身材是我觉得最好的。但我听到就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一阵子我会不会太肉啊怎么样，是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还好对。在这二号，我肚子饿的时候也是有一点腹肌，他瘦得很好。 So 被收为肉肉该不高兴吗？没有没有，我是这种就是微肉啦，就是有肉有肌肉，健康。但是我以为就是所有的男生，就是大部分的男生都喜欢瘦，看起来虚弱的，就是看起来好想要保护他的那种。我以为啦，对。但是就是听到男性朋友的意见呢，虽然我跟他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个朋友，但是听到那种男性朋友说就是微肉也不错，就觉得很棒。フッ素の歯磨きを作って歯の表面を大事にしています。ああ、私はだからコーヒー飲んじゃうからそのホワイトニング用の歯磨きを使っています。ペーショロード不用不高兴啊，那你要回到五字头？不可能回到五字头，我超久没有，这三年都没有吧。
男生说的有肉是在长在特定的地方。他那样说听的人未必会高兴啊。啊什么？他那样说听的人未必会高兴哦，也是啦。其实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不喜欢瘦瘦的耶，真的假的？真的、啊，好开心哦！那我吃胖应该没有啊，我就不能就是变得更胖，但是我吃现在是不蛮喜欢自己的耶，那种不健康瘦而反而怪很怪。你不需要瘦，才不会啦，多数都喜欢微肉肉的，真的、哦。完全不喜欢含酸没肌肉的。哎呦，哎呦，开心哦！我好开心哦，请吃。我是觉得女生不要太瘦比较好。我虽然很瘦，但是我可以接受体重大概55左右的女生，真假的？那55也要看了、哦。如果是身高170公分，55真的是很瘦啊。那说140公分的人55可能真的是蛮肉的，太瘦看起来身体不健康。我现在是在开始什么麻油药是满身的肌肉吧，麻油药的是满身的肌肉吧。我是很欣赏肌肉啊。发生什么事？你觉得我会找身高高的，身上比我高的这么多的女生吗？会吗？哎，我是觉得身高是一个，身高很重要吗？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可能要求没那么多吧，我不知道哎、欸。对我来说，身高真的没有什么，对，而且感觉体力撑不住，自己喜欢跟别人喜欢，要找到平衡不容易啊。对了，但是我是觉得我最近是还蛮喜欢自己的，就是怎么讲，过了就是很多阶段，然后就觉得哎，我也不需要那种瘦瘦的身材，就是我之前是蛮羡慕那种吃不胖那种很瘦很瘦的身材，但我后来就觉得不用啊，我健康就健康，然后皮肤也蛮好的，就不会胖到什么长痘痘啊，或是影响到皮肤，或是怎么样，或是就是没肌肉只有肥肉之类的。然后对，就是有前后哎什么那什么前凸后翘啊，也是重要的，就是觉得哎、欸、最近还不错，我这样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云南谢谢你红玫瑰、卢特、潘朵拉、阿北、出没、乌鸡蛋、周星、安小卡拉卡大师。女生才在意要超瘦，男生其实没什么在意。最近有在思うんだけど、アイドルのこと、自分は健康得意になる気がしています。健康オタク？あ、なるほどね。それは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本当に。ユナ、谢谢红玫瑰。でもアイドルオタクやめちゃダメだよ。発信しましょう。早く、だから台湾に来よう。台湾の人ってね、結構ね、健康オタク多いと思いますよ。だからね、台湾に来たらハリさんも健康オタク同士でね、台湾でね、うまくやっていけ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でしょ？カカー、レイレイ。モン、太陽。最近ね、あのね、いろいろなんかその段階を踏んだ後に思ったことがあって、前までは結構そのいくら食べても太らないとか、なんか骨がまず細いとか、それでなんかもうめちゃくちゃ細い子に憧れというか羨ましいな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たんだけど、最近は なぜかなんだろうな、その自分の姿が結構、あのそんなこと言ったらあれなんだけど、満足ではないけど、いやこれでもいい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なんかそういうなんか段階に入りまして最近はなんかもう健康で、その皮膚も健康で体も健康で、あの筋肉もあってお肉もあっていいじゃないかと、そうそうだから最近はそういうモードに入ってしまいまして、そうなんですよ。最近ね、自分にね対するね、そのなんだろう願望っていうのがね、大正解だと思うよ。本当？だから前まではね、本当にねめっちゃガリガリみたいな子がね好きだったんだよ。だから最近なんかインスタとかでそういう可愛い女の子見てると、
なんかちょっとだけね、別に細いんだけどちょっとポチャっとしてる感じの子が好きで、そうなんですよ。リーちゃん、ちょっと虫を見つけてしまいました。私はちょっと大家等我那边，我找到了一只虫虫，我要去跟它告别了，等我一下。对不起哦，直接冲马桶。麻蛇工作好吗？麻鼠？蟑螂吗？不是，超级小的。你知道草虱虫吗？现在你房间会出现在？不会，不会了。我放药了。你们等我一下下好吗？给你们听音乐，大声一点。Hello。百事可乐，你是说草虱虫吗？对啊，草虱虫，你知道吗？有看过吗？这是这么小的虫，这是一个很困扰，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我有一些小 Kiki 在你的面，努力してる人は好きだけど、優しすぎる人は好きじゃないです。そうなんだよ。なんか私もその食べ過ぎるとやっぱり太っちゃうので、その食事をちょっと制限するのと、あとは。まあ、最近はちょっとってところじゃないんだけど、結構制限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あとは筋トレをして、まあそこまで痩せる必要はないかな。一次出现很多只吗？是蛮多只的，就是最近变少了一点，但是就是我仔细看地板，就是看那不是地板，就是仔细看那个地板跟墙壁的这个缝隙嘛的时候就会看到，像土豆一样烦人的虫。可爱。Take go。切换。ごめん、仕事のため黙ってごめん、全然大丈夫だよ。マチ、あ、マチ、マチ、ママ、埋まった、お餅が埋まった。餅埋在我的手臂里面。好可愛呀。妈妈，你是在哪里？你知道吗？他躲在里面。他躲在里面，他就是以为我没有看到他，对不对？
かな、もし可愛かった？ありがとう。可爱吧，好想要养第二只猫哦。嗯，好可爱。哎呦，屁股不喜欢哦。不喜欢屁股。嗯。麻雀是不是不太会掉嘛？嗯，还是会啦。命が可愛くられるの、めいちゃんが愛して努力するからだよ。そう、めっちゃ愛してるもん、本当に。なんかね、お餅を見るとに癒されてんだよ、本当。この子のために頑張ろうと思うわ。なお。私のお餅の、毛の毛を見せてあげます。みんな、聞いた？已经收集成这个样子了。これ全部お餅の毛です。お餅の毛。我想要做一个，就是我用麻雀的毛做一个麻雀。あのね、これで、お餅の毛でお餅を作りたいんですよ。だからお餅の毛を集めてます。マオのペイも可以感動。哇，我以为是那是天使的棉花糖。这个是你的毛，你知道吗？有你的 DNA 的，你要，你要。网络上有人用猫咪的掉吗？啊，对啊，所以我就想要做这个。对，我也是在想，就是做第二只麻雀。可爱吧？看它的毛就觉得很可爱。百事可乐，妈妈，你讲，你讲，妈妈，这只麻雀爱がすごい。なんかね、やっぱりね、こっちに家族がいないからさ、ただ一人の家族って感じじゃん。ももちは、ももちがね、たった一人の家族なんだ。だからこの子のね、ためにね、頑張るんだ。麻雀舒马会，呼噜噜马会。现在这些可以做只麻雀的拖鞋吗？对呀，我有看到，我有看过那种猫咪的毛做的拖鞋，哦，好可爱哦，超可爱。那是用那个针戳一戳就可以，对不对？切换，好期待哦。你觉得这个更？这个是可以，已经可以做了吗？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然后眼睛是要用那种小小的，不够可以现在吗？啊，笑，不够现场补。奶奶怎么办呢？我要po什么照片呢？泳装的，我在想要po什么照片。嗯，好难哦。还是我等到大家po完再po，就是看看大家po怎么样的照片，我再po怎么样的照片，可以吗？
po 最厉害的，一定是好看的照片吧？你说这个月的升息啊？对啊，有什么选项？还蛮多选项，就是很麻油的跟不是那么麻油的。投稿するの？我猜你会忘记。不会啦，你猜你会忘记。当然是性感的，当然是麻油 style 这边，但其他人干嘛？啊，关其他人。这个也真的很棒，多播。大概几麻油的照片，还好，比那个还好啦，比那个婚纱好一点。啊，怎么办啊？今月の生写真は水着なので、どれの写真をあげようか迷ってます。あんまりね、そういうの写真をあげすぎてもなんか怒られるのであげたくないんですけど、どうしようかな。どんな写真をあげよう。ボタンボタンと谢谢你打好原票。小孩子在做选择，全部都要。买的泳装库存不应该不少吧？我觉得蛮多的，是蛮多的，这也蛮可爱的呀，加点，可爱吧？这个不能播，这个不能播，还给你们看，笑死！哈，IG 的上传上限是多少？该调整了吧？メンバーのペット大集合の YouTube 撮ってよ。いやーダメだよそれは。あのね、この前ね、あの。そういう企画があったんですよ。そういう企画というか、私の猫ちゃんとあのリンジェの猫ちゃん合わせようって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いつは多分ねダメなんですよ。ほら怒ってるもん。他の猫の話をすると、ママタ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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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播的要给看我没注意，只要一眼。不能播给所有人看，但可以。还有什么给麻友分开？盛源，谢谢不到不出品的会员票。あれま、猫見知りなのね。そうなんだよ。被谁怒られるら？不知道的人，不认识的人。是真的蛮好看的。我觉得我看到这件泳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颜色适合我吗？但是我是觉得，穿起来就觉得，适合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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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其实我之前的手机里面有很多很多照片呢，都没破。这张也是还蛮喜欢的。你看这张，蛮可爱的吧？但是没破，不知道为什么，很可爱吧？这个，就是旁分麻油，旁分油，好好看，我也觉得很好看，但是呢，就没破，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还有。这个也蛮好看的，这个必须要放的吧？真的吗？但是这个是已经二月四号拍的，这是二月四号拍的呢，要播吗？而且我觉得这个侧脸也是蛮好看的，这侧脸我觉得蛮好看的，这个，いいところのお嬢さん，那盘肉好扯 ，This is water post 。好看吧，刚刚的。ガラスガラス，这张很适合当桌布。还有，还有怎么样的照片呢？还蛮多照片的，其实。我来看看。啊，这张也是蛮可爱的啦，但是我没播，这张蛮可爱的吧，就是闹脾气的那种感觉，但我怕这个，我怕这张有点太 gay 白，所以就是没播。这个，
很可爱，对吧？我也蛮喜欢，而且这个没有修图，原图的照片，可以播一下。还有就是还蛮多蛮好看的照片，但这个觉得有点危险，所以就是我遮一下，遮一下，因为我是穿短裤，那这看起来有点危险，所以就没播。但是觉得蛮好看的。还有，什么照片呢？看一下哦，妈呀，的照片都好看。谢谢你。哦，还有这张啊，你看这个。之前跟老虎拍的照片。很久之前跟老虎拍的。是真的老虎哦。이런효자가아르네쇼데시오아또나인다로나どんな写真があるかな。全然写真載せてないよね、そう思ったらね。老虎表示我的午餐在摸，被摸的老虎，什么？还能这么淡定，笑死，可爱死了。真的是还蛮多照片的，但都没播，抱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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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对，这张也很可爱。这张我在想要不要播了，就是，哎，哦，你看这个是我的那个公司姐姐给我的照片，蛮美的。这个，我俩の知らない表情もあるんだろうな。あるかな？でもわかんない。ないかもね。あとは、あ、これかわいいよ、これ。これかわいい。これ見てください。じゃーん。これかわいくない？もう笑いすぎて目がない私です。ナイスシャーダーメイエンジンだわ。有在想要不要ポー。かわいいでしょ、これ。あとね、これね、これも面白いよ。これかわいい、これ。你看安全帽，因为那一天我绑包包头，然后戴安全帽面这样。哦，后面的是店员哦，后面的是店员。这个图好特别，这一张也太可爱了吧！これは私がお団子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お団子してて、でその後に安全帽、ヘルメットをかぶったんで、こうなりました。めいちゃんに見えない。後ろの人は店員です。店員さんです。你是高空弹跳。对，高空弹跳。これはバンジージャンプです。安全帽也戴可爱。可爱吧。还有这个也是蛮美的，但是我没破。你看这个蛮漂亮的吧？蛮漂亮的。包包头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是的，没错。啊，私のちっちゃい頃の写真見せてあげる。私のちっちゃい頃の。这张超像麻薯的。原来我小时候超像麻薯。你像不真的什么？很多对啊，传了很多照片。これも私です。ちっちゃい頃の私です。可愛いんだら。可愛いんだわさ。可愛いんだわさ、ちっちゃい頃ね。やっぱちっちゃい頃って誰でも可愛い。で、这个是我的脊椎。这个是我的脊椎。これは私の脊椎の照片です。曲がってます。はい。ダンスしてた頃、脊椎の筋肉、筋肉脊椎の照片、脊椎の照片。あとは、あこれとかかっこいいんじゃない？ちょっと友達の顔が映っちゃうのであれですけど、ほら、ちっちゃい頃の写真、背骨見事に曲がってる、そうだよ。
一言不合就看脊椎。あ、これもね、正直ね、結構可愛いんだよ。でもね、載せてないんだ。蛮可爱的，真的是蛮多照片的。あとはなんだろうな。あ、你好。其实这个也不错，还没修图。妈妈说嫌对象的要看脊椎吗？没有哎、欸。どどれだ、どどれだ。其实还蛮多照片的，这样很漂亮，真的、哦、喜欢啊、哦。谢谢。啊，くしゃみが出そうです。あ、这个很可愛。这个これ可愛いね。これはめっちゃ可愛い、マジで。これ可愛いですね。三歳。猫。あ、可愛い。逮捕。目がクリクリ。そうなの。目がね、大きかったね。猫。あとなんだ。タラ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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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タタタタラタタタラタタ。あとどれを載せてない？結構全部載せてるよね。でも。うん、これぐらいか。大概就这样。所有在洗啊，泳装，泳装的照片我今天修，然后明天中午播，如何？就这样子啦，就这样啦。好，那我今天到这边，所以请期待我的泳装业配照片，然后大家帮我留言，帮我按赞，谢谢。拜拜，我要念版了。妈有的是他哟，谢谢。哒哒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今天第十名二 B 丸，今天第九名切换，今天第八名，启威，今天第七名哈利当，今天第六名西罗妈妈鱼，今天第五名乌鱼，谢谢，今天第四名朱琳，哎，阿玲阿玲阿玲，谢谢，今天第三名郑莹，今天第二名小五，谢谢，今天第一名 Cakes， 谢谢，我里的数，刚好手机要没电，妈哟，拜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不过妈有的话，我就不会按赞的哦，不行。不可以，好啦，好啦，拜拜，谢谢大家，拜拜。